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奇巧》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36集的节目啊。我知道呢，非常多人呢一直在催更呢，我赶快做 NA 推出的一个音波。但这款玩具的话呢，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呢来跟它做一个摸索。它的变形流程呢，我是希望呢尽可能呢再把它给优化一些。以及呢，最近呢官方主力产品的这个工程金刚的这个超载呢也已经拿到手了啊。但是呢都需要花一点时间，因为超载一旦要做呢，就必须要把整个大力金刚呢做一个合体。那我今天的话呢，因为刚从夜班回来啊，还是有点小疲劳，给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玩又且简单的一个小玩具。它是 Cyberverse Advanced Deluxe Class Bumblebee Deluxe Class， 这个跟第四级的低级的高度差不多一样高，但是零件呢是有少了一些，胶的话呢也稍微薄了点。但是以近几年的这个同价位官方定价的玩具来说呢，这一款的空洞可以说是少到一个会让你以为是不是买到 KO 版啊。这个除了手臂之外，这个应该不能算空洞了啊。整个玩具呢非常的扎实，虽然有很多的球形关节，但是关节的一个一体性紧实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那么顺便提一下啊，身上的这些勾线啊呢，这是玩具的主人呢中晃影月先生呢他呢自己给加上去的啊。最近从他那呢又借到了一批的这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啊，非常非常精彩。我会呢在比较疲劳但是又想跟大家聊天啊，就是宁愿累死啊也不要憋死的状况下呢跟大家分享这几款的小玩具。那么这款大黄蜂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诚意啊。首先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武器，它有一把刺刀，它这个刺刀上面有一个特效键，是软胶的一个部件啊，直接就付给你啊，不像这个围城啊还是什么地出啊还要你另外买特效键啊。那它的一个使用的方式呢是握住啊，就是以这个样子握在手上的方式呢把它给做一个拿在手上。OK， 从正面来看呢可以说是完美无懈可击，直接都是直接一个一体成型的变好了。那么顺便在那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另外一把小枪，这个小枪的话直接拿上去好了啊，直接拿上去。OK，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的一个 Deluxe 等级，可是它全都是可以转的啊，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感人，对不对？那以及它身上的话顺便看它可动好了，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手臂的话呢变形的需要呢可以上下搓动，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大球关，360度的转动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咯。然后呢这一个轴部的这个大球关呢是直接的代替了肘关节还有二头肌的一个转动了，腰身的话呢也可以完全的转动，脚往前侧踢旁踢啊都可以动啊，脚踝的话呢有一个接地的一个转动啊。所以这一款玩具呢可以说基本上呢你想得到呢要它能够动的地方它几乎呢都能够动到，脚底板也是做得很大啊，非常不赖的一款玩具。那后方的这个翅膀的话呢我的一个方法是直接把它给放平了啊，它还是可以往下压一点可以把它固定住，但是压下去的话我觉得并不好看啊，这样子我觉得没有比较好看，所以呢我还是选择呢唯一的呢就是把它给放上来啊，让它是没有扣上，但是它的关节也很紧，基本上也不会掉。那要提一下就是它身上各个关节真的都是比较紧实的，而且很多的卡扣呢都非常的明确到位，像这个背包跟本体之间的一个卡扣呢也是非常的精准的，这个地方直接扣进去啊，没有什么会让它晃动的地方，几乎是没有。人形的话也很漂亮啊，这个面雕的话呢也是蛮还原到动画片里头的样子的，蓝色都是涂装啊，并没有身上并没有透明的部件啊，除了这个软胶的部件之外。那我们的话呢就来示范一下它的变形过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玩啊，非常非常的好玩啊。我们先从腿部把它做个简单的一个变形，腿部的话翻折起来，脚的话直接往内推到底就可以了啊，然后再扣上啊，先不要扣，傻瓜啊，干嘛？这个地方转进去，脚先到这，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这个卡扣啊，这个地方的结合卡扣啊，是上下这样咬合进去，上下咬合的啊，不是直接这样，不要强行进入啊啊，我们有时候要进行下上结合啊，不要正面结合啊。然后呢，腰部呢旋转180度，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进行这个身体的部分。首先把这个背包这个部分呢给松开，它这个地方有个结合卡扣在这儿，把它给整个松开，内部这些部件呢，统统把它给翻折出来啊，这个。都能翻得出来，然后呢先把头给缩进去，头的话呢两侧的这个肩部呢往两边错开，然后把这个头给缩到内部去，缩到内部，然后呢头只要到这就行了啊，到这就行了，这个时候呢两侧的这个黑色部件呢就可以往前面靠拢，然后呢把这个手臂的话呢就自然的转出一个车子的一个侧面的形状，到这边先到这就行了啊。我们再来的话呢把这个车子的前方这个部分往前面放下来推下来，然后呢这个地方还要再稍微折一些特殊的角度，把它呢跟这个两手臂呢做一个简单的结合，前面扣紧之后呢再把两手呢往身体中间靠拢啊，这样就行了啊。那一定要记住这个车门板啊，这个两侧的车门板一定是最后才结合，一定是最后才结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腿部往前面
收下来了，这个地方给扣进去，前后扣进去，然后呢这里一样有非常明确的卡扣，我凸跟凹的结合在这边啊，这个地方将它给扣上去啊，请扣自己这边，不要扣到人家那一边去啊，你扣到别人的洞里头去，你害人家边就扣啊，到时候人家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这个人生的道理呢，从变形金刚的把玩里头也是可以得到一些的。再来的话，这块胸口这块部件呢，往前面挑过来，哎，底部就平了。最后呢，把这个车门板这个位置呢给放下来啊，最后这一下把它给扣上去。OK， 当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掰到这的时候呢，我觉得说，哇塞，这个变形简直是啊，一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玩起来非常的爽啊，容错度也很高，卡扣又非常的明确、简单，而且记忆点非常的强。那这个呢还不到，还不够啊，它的武器呢居然是还可以完美的收纳啊，收到车底板啊，这个就让我非常的惊艳了啊，这个以 Deluxe 等级来说，这个是非常棒的。那么另外一款的话呢，它呢是要扣在这个侧边这个洞，而不是扣在上面这个洞啊，请记得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扣后面这个洞啊，哦不对，外面这个洞，好吧，正确那个洞啊，这个地方把它扣上去。那这样你可能还觉得有点蠢，其实呢，你如果你有两个 Bumblebee 的话呢，你把它反过来扣的话呢，还可以变成是类似一个推进器的一个感觉啊，如果你有两个的话啊，如果你真的这么喜欢这个玩具的话呢，买两个也是可以啊，或者是它推出红色的 Crew Jumper， 对不对？好啦，那它的变形呢就已经算是大功告成了啊，滚动性的话给各位测试一下，非常好的一个滚动性啊。那这个武器的话，我想我就可能如果真的要放，我就给它放成这个样子了啊。那么呢，涂装的话呢，可能就是这个那个没有这个银色的这个轮框，其他的话几乎没什么问题啊。车型下就是这个地方有个比较大的一个缺口啊，这个缺口是让我觉得比较耐人寻味，其他的话呢以这个等级的玩具来说就没什么问题，而且这是典型的鹅黄色的一个邦姆比的一个配色，浅蓝色的这个涂装呢也是一基本的一个配色吧，前方挡风玻璃车头灯啊，这个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配色，车尾稍稍有点潦草，不过以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来说呢，我觉得它已经是以这种低龄化的玩具来说，看起来啊第一眼还以为是麦当劳快乐儿童餐的这个级别来说呢，这款玩具的表现来讲呢，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高水准的演出了啊。那比起正常的 Deluxe 等级的玩具呢，可能稍稍小一点点，但是我还是觉得呢，这是一款非常非常棒的玩具，既舒压又有造型啊，而且就是 OK， 它是一个官方正式的一个产品，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啊。如果你行有余力的话，刚好看到的话呢，这款玩具带回家呢，我觉得是不会失望的。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喽，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